三个人一块儿进来，多少人？这边儿进来，这边儿来，这边儿来。拿给你。咱们家的。哎，他们都吃。他现在是不是回去？快点，你家去。你家的，你找了。宝宝。哎，你看你找了。猪年在我们的什么传统的说，60年才赶的一个金猪年，今年是。 哎，金猪年呢，所以说就是这猪年的比较吉祥，就说这猪头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都比较爱吃啊。它肥肉，它也不腻，瘦肉它吃的也特香。二哥吃不腻？吃了。来，海上。 主要是酱制的，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酱汤陈年老汤酱制的，然后是它有一个严格这个工艺，有12道工艺，12道工艺，然后剃完以后，酱制4个小时，然后用一种传统的33种中草药，配比一种香料包，然后就是，用就是小火，先用大火后用小火慢煮出来的。 然后我们这个酱包是30多种中草药，经过多年研究，而且很多位大师研究出来的。我们这个酱包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，而且用这个酱包做出来，这猪脸味道奇特，而且能达到肥而不腻。